刚知道对方辩友是孙念宇和孙胜熙，会紧张吗？他们两个那么厉害，他们都是前辈了，我天啊！小雨，我从很早之前，我从还没上大学之前，我就听他的歌了。他就一味唱，我觉得唱 R&B 唱得非常好。今天我其实跟他们两个 PK， 我已经准备撤退了，但是我觉得就玩一下，然后稍微还有点带紧张，就是后面，哎，就各种失误了，没办法。他们真的很厉害，他们两个。但凭借高票数获胜，开心吗？是难过的，难过啊！今天没唱好，我这个人不管是什么比赛演出，不管什么比赛，就算我这一轮我自己觉得发挥好了，就算我淘汰也无所谓，但就算我真的晋级了多少票，我自己真的今天什么样子我自己心里清楚，我就心里面很难受。在舞台上好像落泪了，对吗？嗯，为什么流泪？哎，其实简单的就一句话，我觉得今天就应该淘汰的是我，我不是说很假的那种，我就是这样的，我觉得今天谁真的好谁就应该进去，这种结果我自己虽然我进来是我自己应该庆幸的，但一方面我自己有点不能接受。哎，落泪也有一方面是因为王嘉尔队长吧，他再给了我一次机会，我谢谢他，真的我都不好意思了已经，因为他是以前上一次也给了我一次机会，上次我那有一个环节也没发挥好，就是所以挺难过的。